主料，光蒂一只，花椒四个，红枣50克，辅料，盐，姜一片，料酒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光蒂一只清洗干净备用，将鸡去皮剁成块，花椒四个，姜一大块拍烂即可，红枣一把清洗备用，花椒少用水泡软后煎成小节备用，鸡肉肥水去除多余油脂备用，将刷油材料放进汤包内，调入适量的料酒，将盖大火烧开，开小火慢炖2-3小时至花椒糯烂即可关火，调入适时的盐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，炖汤或煲汤，汤水都不宜油多，影响口感。鸡鸭类最好将皮剥去为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